不是斗虎，斗虎，嗯，斗牙，斗虎，虎鱼，鱼牙，嗯。他合并了，跟我也没关系呀，跟我们有啥关系？他爱合并不合并呗，他合并他也不是说俩平台全一，就是，他就只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明白吧？笑个屁呀！螃蟹打人确实有点疼，哎呦我操！一套技能给我打了半管血，哎呀，我发现我们玩开隐打上路不合适啊，这把打螃蟹，你要干啥呀？兄弟，咱有这么不怕死吗？我马上这波升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也升了。我们只能变蓝的呀，我打的不合适啊！蓝凯不好用，感觉还得是红凯。拜拜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我。我可帮不了你啊，这我帮不了，赶紧走。拜拜。敢踢？别走！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兄弟，怎么有点那啥了呢？怎么有点滔搏那味儿了呢？让人双杀了呀！这这他妈的没回上血！哎呦！小老弟，拜拜！哈哈哈，拿下！我仔细的想了一下，这把蓝凯指定不行，这把还得是红凯。所以我们还是得等一会儿变身的时候得等一下，不能说直接就变。中路赶开一波，看看他怎么回事。嘟嘟嘟噜嘟，哟！
双杀无敌了呀这。还有谁活着跟得上我吗？奥能今天又和你说什么了？下地狱吧凯因。已经到了朋友，已经到了。这不无敌了吗这。兜呀，这没打着。先不跟他打，这小子现在有点狠，等我们升了的。呀，我刚才没有 A 那个兵吗？这啊这，哎呀这，我还得跟他拼一波呀，这咋整的？哎呦，这玩意儿这不讲道理，真是没毫无道理可言。我请求赶他一波，给我秒了。我不相信你能这么容易就让我重生了。那你更愿意一直当个死人？没有变身之前是真是不是那么很好打，我发现我都基本上就是拼都拼不了跟他，有点扛他。我们这把我们被扛他了，这把的 BP 做的不好。这把 BP 差点意思。这瞎子人呢？呀哈哈哈！兜儿！靠！哎呀，红凯还得等四分钟，等四分钟变吧。我们现在变不合适。这怎么不显示我啥时候活呢？兄弟，救一救！为什么我们还活着？告诉你了。等个 JB 不行，这得等，这不等不行。我这把蓝凯没有用，肯定是没用的。这把他们家脆皮不是那么很多，并且我们家少前排，能明白不？这怎么的呢？这还挺能走位，小伙子。拜拜。有没有人儿啊？来点人儿啊！这。这蛤蟆有点过分了啊！你大爷的，这他妈的，这也太疼了！我操了！而且他大招基地怎么那么快？我大都没好，他大好了。
常感激。那是当然。下路收兵吧，现在上路交给俺们家的上路下路什么 ADC 什么的交给他们了，我们就不去了，我们去下路收兵。我能找着螃蟹打，找着螃蟹打根本就打不过他。避一避风头，我们中路来一波啊，看看对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哎，这一波我们应该是要拿人头了，注意看啊。这瞎子咋这么幼呢？哎呀，打了好长时间没打死，太幼了这。哎呀，等会儿我脑眼睛有点花了，等会儿啊，眼睛有点花了，太幼了这。不过我变身了，给我来！兄弟们，我无敌了。刚来就宣布了，我这变身了呀，这还不无敌呀？打个蓝吧，这英雄挺缺蓝的，把蓝打了。哎，哎呀，我操，这怎么能没穿墙呢？这为啥没穿墙啊？我简直是吐血了。哎呦，这没穿墙不应该呀，兄弟呀，这怎么能没穿墙呢？哎呦，哎呀，漂亮！白打了，蓝 buff 送了。Dominating 了这，把这蓝枪杀了，兄弟。这波呀。杀个人是真费劲啊，这哎，漂亮，那算了，你们既然都走了，我在中路收兵行不行？我感觉这寒冰俺们杀不了啊。回家，出我们的黑切，
可是挺烦人呐、哎，可是挺烦人呐。哎，哎呦，哎呦呦！好，螳螂，俺俩把上路一塔拆了。哎，不愧是我的好兄弟，300块到账，继续，来。近神了还，还要近神？我的兄弟是不是快死了？别管他啊，赶紧跑！来日方长呢。现在这一波卖他，只是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，只是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打团，兄弟，我就不死了啊，这一波你死得了。哟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嘚儿，给我把他杀了。算了，溜一手。跟我来，把蓝给我拿了。这蓝枪怎么的呀？什么装备？这蓝枪咋那么装呢？装啥呀？这有什么好装的呢？我都搞不懂。装啥？你能打过我呀？小人是吧，小伙子你不讲武德，这螃蟹没人能治得了了是不是？这螃蟹谁都治不了他了，我看看。Nice， 这波可以打个蓝，来来来来来，你拿吧，我就不要了。虽然我的蓝不是那么很够用，哎，这凯隐蓝不够用怎么办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一下？气定神闲，没带呀，带的凯旋，那怎么着？兜谁要是 A 我的眼儿，我就跟谁拼命啊！
给对手挡一下螃蟹的大招啊，给对手挡一下。给队友挡一下，帮火蓝挡一下啊，帮他挡一下，一定帮他挡一下。豆儿。回家。二段E。点烟雾，我的天！大龙可以要啊，就是螳螂没什么血了。让女警把这个烟给他点了。不能打呀兄弟呀，这旁边没有人怎么打呀，这不扯淡的吗？哎，这过不去吗？这我就不信了呢，还过不去了呢，还把这蛤蟆给我杀了。往哪走？跑，往哪里跑？哎呀，火蓝，保护一下女警啊！他们家寒冰应该是没人保了。九头蛇，哎呦我这螃蟹，这打人太他妈疼了，这一没一好啊兄弟呀、啊、这。两下给我突突死了这螃蟹。女警一没一好，女警一好了他就死了。不要慌兄弟，他只是有点肉，其实他很脆的，不，这不是有点肉啊，他只是伤害有点高，你知道吧，其实他很脆。找一下，来看看这螃蟹走哪去。红 buff 给女警啊，抖，进入他的身体再钻出来再跑。撞墙了，队友呢？刚才这边队友怎么没了呢？妖精别怕呀，妖精啊！打一半队友没了呢，我操！哎，可以杀，把这螃蟹杀了，漂亮，兄弟们！哎，唐子漂亮，漂亮，杀寒冰 ，nice， 小龙。哎呦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可以要大龙啊，大龙也可以打。来来来来，大龙打了，大龙打了，剩个蓝枪了。
有又创了，哎，这凯隐这 Q 挺容易创墙，我发现。没有眼儿就可以打。Nice。马上我们也无敌了，你知道吗？杀我！哎呦，杀我！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呢吗，兄弟？这死亡之舞一出，不怕死了就我们。哎，你说如果在螃蟹 R 那一瞬间我钻他身体了，那我到底能不能躲得掉呢？是不是能给我蹬出来呀？有没有人测试过呀？家不要了。就折水瓶啊，兄弟！拿下！老凯瑞，你们看的肯定也没意思，我稍微躺一把，对吧？让队友。